好，那个我上半场啊，就是都是这样，就是很非常温馨，然后非常的舒服，然后因为我一个人还没办法达到我心中就是最母亲节的感觉，就是我有两首歌我非常喜欢，但是我自己没办法这个从头唱到尾，因为这两首歌我不熟，我只会唱自己的歌而已，所以我有找一个，你们看这边有一张椅子，然后上面有一个麦克风，就是我有找一个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接下来我要请他跟我一起唱，两首，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儿歌。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妈都会跟着我唱的。然后，我的好朋友南瓜，让我们欢迎他。大家好，大家晚安。没有，有了。大家晚安。你一来，我的椅子都有点摇晃。这次南瓜有点太大了，坐办公室坐久了就会。你今天有加班哈？有。OK。但早上我家就是我不小心把马桶的浮球给掰断了，所以我就不能去上班。我就要一只手凹着它，然后打电话求救，我爸爸来修马桶。所以我后来在家做工作。OK， 南瓜现在的工作是一个编辑。编辑是。是一个编辑，然后，有来河岸留言看过表演的人就知道南瓜很常会跟我一起。然后今天我是特别找他，因为其实我很想唱一首歌叫《虎姑婆》，然后你看，容许我拿出歌本，就是我只有这两首歌，我需要歌本，就是《虎姑婆》。然后，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跟南瓜都一致认为这首儿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像在讲恐怖片一样，然后但是这个旋律又朗朗上口，所以就是一个很亲切的恐怖歌曲，然后非常喜欢。那你要唱吗？啊，我唱，好，可以哈，你是 G key。父母如何的黑给他们的小孩？发个声吗？下巴肉要走。可以吧？你妈在什么时候想唱这首歌给你呢？出去玩的时候。